但是不是我啦，替身啦，替身啦，我是我。我们这一部戏只有那一个屁股吗？我觉得我这次宣传重点就是如何让家人不知道这部戏要上档了。要不要看到会生吗？不会啦，不会啦，离开叫了。刘冠廷随堂激情床戏打裸屁，不登心孙可芳看完吓到生出来。只是想要过平静的生活，为什么一直扯到这种恐怖的事情嘛？悬疑剧《非杀人小说》即将开播，找来众多大卡司出演，其中刘冠廷和隋唐在片中更是有一段激情床戏。因为我真的都吓到，因为等于是用生命屁股对着我，那不是我啦，替身啦，替身啦，不是我。没有啦，那是他啦，那是东东啦，不是冠廷啦，那是东东啊，不是我。那其实我还是会有点紧张。但我觉得有一个帮助很大的是，唐阳在现场就跟我说：“你就放心的来演这样。”我在那一刻好像就是，哦，好啊。那后来就很顺利的马上拍完。我也不知道会拍成怎么样，但是后来配音的时候，录音间哦，这电视可以播吗？你们觉得唐阳都没有紧张吗？之前有先跟老公沟通说，这一部戏会有这样尺度。没有我觉得我这次宣传重点就是如何让家人不知道这部戏要上档。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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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个尺度很大，如果有生过小孩知道，就是你知道我是这样的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最长的就是譬如说我放了一段后来完全没有这样做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吓到他们了，我放了吓你的诱惑。可是后来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当时吓到了。可是鬼扯不是也露过屁股吗？可是没有做手术，但他没有。是拉的吗？是真的啊，可是他是看得清哎。好了，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要不要进入下一题啊？我们这一部戏只有那一个屁股吗？她怀孕之后问你说她，你有没有觉得她变瘦或变胖？你会怎么回？一直告诉她说，在我心中你是很伟大的，请你不要有这些负面的想法，我们一起好好的度过这段甜蜜的时光。对啊，就觉得自己变得没用，你知道吗？在怀孕的女性面前，觉得男身为男人觉得自己很。赞美他，就是我已经帮不上忙了、大家关心一下，说最近心情还好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辛苦，非常要上，可是我很期待，很期待你。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 ，Jacky Wu 宪哥来了。我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小 S。我是姜文雄，是由包厢陈美凤。我是黄静莹。我是郑国成。我是萧敬腾。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我是艾薇。我是蓝蓝。我是吴依我是林真义。我是志新。我是陈君。我是陈刘一彤。圣诞跨年又到了，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冰红的话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用点心思，用点情感准备的，厉害啦！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我的礼物非常好哦，很健康，很有 feel 的礼物哦！赶快下载，祝你得奖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OK，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